看，主持人休息。快过来，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大米饭。现场蓝风铃的味道都给……那你别吃了，刚好饿了。哎，你怎么接到这个广告片的呀？只是因为那天在练习间多看了导演一眼。等一下，哎，等一下，你这个选为我们洗发水的女主角了。洗个头，十分钟后一号一号。好的。等一下，洗发水。欧莱雅玻尿酸洗发水添加了99%高浓度玻尿酸，由头救星，还添加了头皮黑科技，头皮清爽干净不紧绷，让你的头发。导演，你看我笑的也挺自然的，下次能不能选我呀？哎呀，你这头发太干净了，不像他这么明显。你看他发根多么蓬松。这样子，那个小潘的工资你结给我就行了。